德语赛女单四强中国站三，陈雨菲和冰娇携手晋级。北京时间3月11日消息，2022年世界羽联巡回赛德国公开赛展开女单四分之一决赛，中国女单表现抢眼，有三人闯入四强，陈雨菲、张懿曼都是2-0获胜晋级，何冰娇受益对手退赛直接进入四强。三号种子陈雨菲遇到德国的李易峰，陈雨菲首局迅速占据主动，她不断扩大优势，以21-5先声夺人。第二局李易峰打得很顽强，但陈雨菲完全掌控局势，她保持领先，以21-16锦上添花，她以2-0获胜晋级。张懿曼和日本的高桥沙也加相遇，上一轮高桥沙也加爆冷淘汰戴资颖。这场比赛里，张懿曼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下成功反扑，她以21-19先胜一局。第二局张懿曼又是在一度落后的情况下实现翻盘，她以21-19再胜一局，从而以2-0淘汰高桥沙也加。由于泰国名将英达农退赛，何冰娇直接晋级四强。半决赛里，陈雨菲和张懿曼同时操戈，